级别级，三、二、一，上。龙飞，别烦死了，来拉住，打大打那个，打黑曜石，先打黑曜石，所有人打黑曜石。去拉第二个黑曜石，叉子是雷霆，打了，拉过来，来黑曜石，拉，先打叉子，所有人先打叉子。叉子叉子，我拉一起了，落地上马啊，留怒啊，所有人留怒，来第二颗钥匙呢，准备刚下来，这个黑钥匙所有人留怒啊，吃蓝，所有人吃蓝，上马，开了，躲闪了啊！第一个，逃了，中间是真的，打左右两边，打断，我血，破斧了 ，MA 被打死了，哎呀 ，MA。打骷髅，所有人打骷髅，来走上马，来那个卡拉救一下 MA， 爱看救一下 Cesa， MA 是被打死的吗？被打死的，真他妈的搞毛，我又阳了，不要用 AOE 啊，这里等我看一下无伤，开了啊，别打我，别杀我，没追到我自己跑吗？跑吧，卡拉救下 C 萨了，卡拉也没救，那行走吧，你自己跑吧，那我的那个就什么，我的那个日志不能用了啊，可以，在下面要一波吗？跳跳跳，直接跳，直接跳。等我二哥去拉一下那三个啊！致命致命，二哥拉一下。把红虫子拉到小里去。拉脚里啊？干嘛呢？全点血，来炸一下。拖战自己速度恢复啊，啊这血太那么差了，卡拉自己起，还他妈有几个 bug 的，拉吧，后面救人，救一下那个披法师，先打洗脑，打什么呢，别 A 啊，别 A 啊，别 A， 谁被丢六被空了，注意啊，来了杰贵，来了杰贵，别杀我，别杀我，啥情啥情况啊，什么萨满什么情况啊，这都是光哥被体验了，
卡拉，你注意救一下披法师。算了，救不了他了。是第四萨满的血。上坐骑。万载怎么死啦？跑尸吧，来准备倒数啊，三、二、一，开。我他妈前天也被卡到了。我们是三个 T 的血，丢流血。我们那天是，那天有个烟头已经被他们超了。二哥拉呀，拉呀，小儿子。不是你们这妈的都在搞什么？我也一样，我他妈楼下大门口，我能怎么地啊？拉开，拉门口。等我卡拉救光头，骆驼祥子救丢丢。进，上马。啊，谁的血？谁的血？上马，谁能做红的？给 Sosa 起个 buff。别让其他 T 倒了啊！加的是什么？我靠，又两波。先别打，先别打，停！拉好，好打，假着兵。小虫子。大叔，你要看人的呀，你这个拉来干嘛了？我不知道，反正我昨天晚上去看到。这是 A 团的节奏啊！自己贴墙，拍个照，警告你的。等会儿救下人啊！位置拉的不对，那位置拉的不对。我们晚上没管，白天管。就这儿吧，就这儿吧，我真的是服了。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得把五六万块钱，救人救人救人，其他人上马。怎么过呀 ？Sisa 救空小，温柔救 Dolphin。嗯，差不多。不是，你要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打的话，咱们 B 团就不要打速度了，就先给我搞明白。你这样去打 A 团没有任何意义了。真的是无语，其他人该救的救啊！卡拉，这后面的人该救的救啊！大补一下，后面救人。龙飞救一下。反正万科这次有点惨。恢复一下吧，都过来了。主要是这一波啊，都靠右走。对。啊，准备往前走。卡好这个墙缝，近战全部顶着紧。我拉骷髅啊，你拉叉子啊。我跟你讲，我跟上面的关系，我跟上面的关系很好。往后退，顶到墙缝。顶进来，近战全部。OK， 就这样。这不是很好吗？刚才那边也是应该这样的，顶着缝打，然后治疗。
抓起来。我尿死了。卡拉，你为什么来近战？我要治疗。别进去，盗贼可以进去了，救一下卡拉。第四站满救卡拉。第四上满救卡拉。他死的这个位置。跑吧跑吧。准备。别扰乱别扰乱。来三二一上。盗贼上。红兵炸弹。怎么还他妈的被击飞啊？谁慢了？月亮。我在接长矛。有鲁莽的退啊，鲁莽顶不住的，治疗双血，几个T轮超好。我在接草。逆杀。这波开钻的话，下半血是无敌。来我操抵抗了丢丢补一个无敌下有人晕直接带走走上马所有人所有人上马换道具加速道具所有人上马加速道具上马第一时间是上马不等的掉队的不等的直接开来走打完这个那个紫色小手拉一下卡拉啊能往前跑多久跑多远就这吧停一下停啥直接往前走直接开加速加速 CD 好了应该直接开开老板跑尸吧我垫后吧该 A 的 A 起来，该 A 的 A 起来。加速开了吗？感觉这么慢呢。开过了，二加速有的就开了。哥哥，你吃化石也没用了，死吧，死了自己跑，抓紧。边走要边打的啊，不要光往前就打到哪个怪哪个。以精英怪为主目标，小怪打不死。A 一下 ，A 一下 ，A 不。致密啊！不要用地精啊。等会儿小油条拉哥哥啊。后面哪个封建战士啊？这个我拉。鳄鱼猫血大虫子大虫子来把 boss 打了群嘲交一下二超流血我操救人吧别说了拉人拉人 buff 该补的补一下这前面等一下前面等一下
拉一下，拉一下龙飞，小油条拉一下哥哥，点门点门，给我个那地方，都来了吧？放着点门，紫色小手来准备，三二一开了，战斗姿态打断金哦，一级寒冰剑啊，毒自己酒，刀品，马上啊，打。来，一三五七三，这个放心放武器了，全他的毒。等我卡拉留着救人，全团血，血毒呀，血毒呀，卡拉留着救人啊，走，上马，卡拉救人，其他人上马走，别被摔死。别被摔死啊，那个披法师。慢点慢点。来，往前准备，三二一开。上马，上马，妈的！大叔 ，B 团的节奏稍微慢一点，大叔。聊了。嗯。刚刚你那个 A 团的节奏啊，太快了。我拉骷髅啊，另外一个。真死了，被毒死了，假死了会被毒了，我还补了个药，操！救他 ！T 上坐骑开了，救门口这一波啊，救这一波。打打星星，说人打星星，给大叔补个耐力，直接开，直接开去，毒解。假人，假人兵，所有人兵假人。飞飞扫出去，这边不急流，飞飞先扫出去，两波没事了，两波打不。冲死两个，你们毒解呀！冲到 ADD 了。
在丢假人。我拉着菲菲。拉开，菲菲拉开。这交了盾墙全场。来把这个菲菲打了，救人吧，先别急了。打的是什么？被击飞了，拉一下，救人，萨满救人，牧师全团 buff 补一下，死人 buff， 所有人起来补自然抗。正好过来，先不打，补自然抗，救下三弟卡拉科西，都死了这么多人了，当练习吧。开了，二哥别上了，后面该救的人救人，我选，别让我再死了。解毒。救人后面。如果一个人保持这么久的情况，肯定清楚没有差。自己解呀，胡哥不会吗？我他妈这个号忘带了。自己解决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萨满呢？清毒出团呢？救下卡了，所有人吃自然抗啊！我来拉了，二哥应该没有 buff 了。恢复 buff 该补的补一下， buff 该补的补，别着急了，准备了啊，上马，来开了。一开始别猛打啊，招架了，尽量血够量啊，再刷一口，全在继续装上网，我的血继续刷，远程把暗抗吃掉，然后那个舒适器的暗抗可以刷，我八成了，继续刷单位，好，去开，远程往后面来一点，近战暂且，我来了，精神别想了，后面的治疗，科西往后面来一点，是什么？雷霆，近战补暂抗，旺仔招，二哥拉住了啊。有法师，我拉一个，别开这块啊，炸弹跑，哎呦，我说了慢一点，拉，流星和雷霆啊，远程走，近战补自然抗，不行切房子。意外血，上医院，去上医院。
烧我烧我，大叔停一下，停了停了，打完就装。炸弹，救人，别想着当金属打了，好吧？就树推团。该救人的救，有蓝就救，温柔。丢法师，爱看的羽毛。小七救本队的。起来，给他们刷满血先。再往前走，正好在这儿定点吧，定那点吧，就这儿吧，就这儿吧，去拉吧，给逆旅刷一口。两个牧师刷本队素质替单，紫色小手没有 buff 了，你们注意一下，好吧。人家双子谁扛？只有你扛，不可能的。你就扛就行了，老老实实的。跑，他妈运气真差。来来来，大饼集合，开，开大叔，这些小虫子留给 T。什么？暗影剑集合！炸弹，又是炸弹！进来直接开了啊，我这波怒气不够啊，注意一下，开了啊，大叔去开，这最后一个咱迎上去杀吧，最后一个迎上去杀吧，等会打二哥的话你们一定要注意啊，什么暗影剑集合，紫色小手，意外，又是意外，刷一万血，三弟，柯西，没怒，来往前走，一条命，你们这些他妈的不吃化石的吗？没有，前面喝了，这个号不多，主要，哇。恢复一下，恢复一下。二哥还是左边的啊，二哥，二哥的血尤其注意一下啊，因为二哥他 buff 那个什么了，没了。我带盾。打二哥的时候注，打二哥的时候注意点啊，不要太猛了，好吧？还有紫，还有紫色小手的仇恨肯定不稳的啊，你们法器注意，他没 buff 了，好吧？打小油条那边。来准备了，往前来，所有人往前来。来三、二、一，上。左边数字 T 吗？我血。
哎呦，我的妈号还没带，操！传了。这边可以吃衣服。小油条。牛逼如潮哎！双雪雪。三秒传，别带走啊，抽屉的。哎呦，谁把这放这儿呢？哎，我打了。出了迷吧。大叔，天堂之路的节奏慢一点啊。好。你这。既然都已经这样了，你咱练一练那个，就是每个怪定点杀吧，你把位置固定一下，差不了一分半分的。七队的小七，你是在哪里的？七队的小七，你是在1357 ATD， 你是在哪的？你是在左边的，狂魔战仇恨，你们这边就慢点打，哎呀，没 buff 好不好？哎，别带着走了。二哥，那不要斩啊！二哥，那不要斩，我再说一下。不是中重压了，治疗低一点，开技能。开过了，走。二哥中重压了。我破斧了。不破斧死了，斩掉吧，大叔就位啊，救人！小虫子不要打，哪个法师在 A 呢？拿到了吧，打到。那个丢溜。你是拉左边的啊，你把这个拉丢丢，你把这拉到这里，既然这样子，你把这个小飞飞拉这里，丢丢，然后我拉左边，反正我们俩的标记永远是这样子，其他的那个方块拉左边，然后三角拉右，三角应该是大的，啊叉子，两边拉不了，叉子拉右边，好吧，我拉方块吧，我是方块拉，把你们分成装。始终没有大饼啊！大饼当叉子，你拉叉子，我拉骷髅，好啊。哦，没有紫灵啊。十顿，紫灵是其他，不是说不了。把你的法术杀了，卡拉杀法槽。十顿没吃吗？这月亮是谁的？就月亮拉到叉子旁边啊，下次注意啊。老三跑尸，月亮本来是蓝条的呀。近战都流怒啊，替都流怒。大叔下一波可拉，你回来了，拉回来了。这波我拉叉子啊，丢丢你拉那个，对。那我拉月亮了。嗯。来我，来我的血。小的狂暴战都打一下，好啊。DPS 已经明显不够了。
好，拉过来了吧？拉到了，到了，到了。我拉叉子啊。大家看呀，骷髅拉对面呀，丢丢。我拉住吧，我拉住。不是他有问题，改不了，改不了。就说的拉什么？现在到底？你拉方块和月亮，我拉的是骷髅或者叉子。我和丢丢拉骷髅和叉子，你牛逼猪和。上马了，上马了。救人！上马，往前来。往前来，都往前来了，没了。啊，这波来了，往下退，就打这波。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吧。牛逼猪拉的是月亮，你和苗壮壮拉的是方块，明白了吧？知道。月亮方块往右，骷髅叉子往左。所以你们去。T 这边一定要有一个中招是什么？流怒。叉子谁拉的？等会儿卡拉救一下那个优法师。后站上吧。骷髅我拉啊，不要打骷髅，好吧、啊？温柔到位，他插法槽，温柔插法槽，温柔。被恐惧了。我血。先打勇士啊。能刮到的刮到点，可以拉过来一点的。嗯。别打死。猴子被控，猴子被控，上个鲁莽。别 A， 别 A， 别 A。是。驱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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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散。喊我干嘛？这他妈是我控制。我拉那个没标记的啊，我拉斩灵，因为我有那个，骷髅有那个丢丢拉一下，嗯。血拉到怪了，斩灵往侧面拉一点，他会恐惧，我恐惧上去。拉过来就行了，顺带着。已经拉过来了，记着啊，先打我的啊，先打我的啊，慢点开，慢点开，已经开了。行吧，我拉骷髅啊，所有人先打骷髅啊。我靠，这被控了。抽一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要抽啊。这个能自己解，这个怪放的能自己解。抽啊，要抽的啊，叉子抽，快抽。是那个工兵交一下，叉叉赶紧秒。抽叉叉。大叔慢一点，慢一点。嗯，回屋了。治疗吃蓝全没蓝了，喝水吧，喝水吧，来喝水，来开，打骷髅，
叉子叉子。为什么双帅又变成我拉了？刷不起。这里给你们休息啊，大叔看看。哇，都来了呀！我们要 CD 了。左边的吧。他现在都太远了。那你自己看吧，往后退，往后退，所有人往后退。等我别 ADD 110，往后退，绷带一下，绷带一下，刷点血一下。所有人抽擦子啊！没事，我化石了，我化石了。不化石不行，化石取消。过来了，过来，往后退，往后退，所有人往后退。图腾，双目图腾，图腾，图腾，再说，丢六拉叉子啊，图腾，图腾 ，C 萨，你的图腾，行，哦，我的血。月亮拉过来跟蓝方块一起，我也不知道拉到哪去了，装修又变了，拉一起，拉一起，别打了呀，打三角啊，你还在打月亮干嘛，要被捅了，要的话会查到，这是最后一招，你 肯定死，肯定没，肯定没，别想，救人，爱看羽毛救人，救一条命。别往前走了，别往前走了，我化石定住了吧，这边怪，你们等。好了，开，直接拉过去。来来来来，开开开开开。哎，丢丢骷髅啊，你拉他，你拉他，你拉他。方块月亮拉过来。哇，那个迟钝呢，身上都没变黑。这迟钝两个可以拉一起。姚东啊，拉了一个，拉一下。buff 没了都，哎。卡拉救抠脚啊，卡拉，然后那个爱看羽毛救一下那个幽法师。那波不用开了，大叔。大叔，那波我们继续过去打，过去打。救人，上马。抠脚谁救呢？他俩活了，你们其他人可以直接去奥罗了啊。来，大叔去开。右边在想啥呢？不要喊嘲讽，看怪有多少。打窟窿，二哥你扛第一棒。仇恨啊，这把的仇恨。打我，奶杀我吧。二哥，像这样子，你就可以边拉边退了，这样子，知道吧？来上吧。二哥一棒啊！二哥一棒。二哥一棒的话，他要带盾吧？我肯定要带盾。上马，上马，所有人上马，坐在这干嘛？来，准备啊！开了，二哥上，吃盾吃啊！我慢点打，我慢点打，我操！
哎，我扛吧，我扛吧。我没开实验，我下一个开实验。苗站长，掉头上苗站。还没，丢流血。上二哥。左姐啊，二哥你走，开始，早就开过了。下一个是我，下一个是豆，一个，上二哥去。土豆很妙，很 nice 啊！鲁马开，有鲁马的开了吧？意外二成分的小心点。知道的。叫。意外。知道有啥用？这房子有啥用吗？我操！我跟你说，这化石跟我 CD 太烦了，我跑石老师的。跑吧跑，救一下，反正有小虫子。别跑，救一下吧，小虫子轻了。看了一下，我刚被暴击了5000一下，几乎他妈都死了。别说了，救下人，别的这下救下人吧。估计小奥罗小克要打两轮，救人吧，卡拉救一下，第四萨满救一下，刀匪你救一下。所有人补自然抗啊！所有人补自然抗，毫无进步的一周。他妈从六虫子那开始就是乱七八糟。大叔啊，你这六虫子 B 团的节奏稍微慢一点 ，A 团那样的拉没问题，好吧 ？OK。自然抗补一下啊，到了所有人补自然抗啊。是光坦克的问题，这种所有近战都要一个点上，他无论看谁不是都在那个点，就是怎么怪坦克去位置有什么关系，我拉的怪都不动地方。我交了一个逃跑，坦克这个位置是定的，近战都不知道吗？不知道怎样战术版的。我想往那墙角拉，我退过去一会儿这怪就不跟我来了，我就得往前迎的。哎呀，先别说了，打完再说。打完再别冒说了。意外血扎满，自己给自己标记啊，全团有 A。准备了啊，来套个盾，爆品。给我套盾，大叔，3、2、1。看飞弹了，速度六位。破甲拿。不用擦根基，擦风诺。
被看的人补平自然抗，血刷满。来，红光。给你火，四哥。龙飞被吸死的吗？四哥，给你火断了。360度站位啊！老位置不变啊！好，站原来位置。近战可以去了，有红光的一点，小心点。好，站位。第二阶段，北场集合，换饰品。二哥拉一下，被吃进去的给我打就行了，好吧？小眼打断，挂仔把里面砍死，还有抠脚，有奶进去吗？黑白，打进去，打进去，直接。等会再打啊，打吧，直接打，直接打，你们都死里面了，谁进去了？紫色摇头打，来打 boss。 贴优雅，贴优雅，真他妈菜！这打的什么呀？收人上吧，死出去干嘛？收人上吧，直接去门口。收人上吧。超人上马啊！丢丢你也别传送了啊！